民宅火警的通报，立刻出动了两辆消防车灭火，但途中遇上了一辆银色轿车挡在前面，完全不让路。第一辆消防车惊险的超车，轿车继续挡第二辆的消防车，怎么按喇叭都没有用，总共挡了1分20秒，相当夸张。消防车出动救火，状况紧急，分秒必争。不过赶路赶到一半，前面的消防车怎么越开越慢，还踩刹车，是什么状况？这家，嗯，就是这一步嘛。过个弯，真相大白，原来是这辆银色轿车竟然挡在消防车前面，就是不礼让。第一辆消防车趁着过弯惊险超车，终于飞快赶到现场。不过第二辆没这么好运，又被挡住了。其实没有礼让。据我们同仁的指出啊，大约挡了1分多钟的时间，音乐开得太大声啊，或者是说疲劳驾驶之类的。直到连续按喇叭按了好多次，挡车的银色轿车才终于闪到右边，让消防车闪身超前，差点酿成大祸。可以处罚款600块到1800，并且吊扣驾照3个月，会再通知驾驶人到案来说明。根据了解，总共挡了1分20秒，幸好民宅住户自行灭火成功，没有让火势扩大。到底这辆轿车是音响太大声，没听到鸣笛跟喇叭，或是真的故意挡消防车前？远景将传唤驾驶问个清楚。